大家好，我是静听。看看我们这两天这个太阳，我家酒店也就是埃德希克站的对面，那里就在西昌那个集散中心的旁边。我家酒店从这条街一直往我现在进的这个方向走，它就是塑像那边。大中午的，你说我出来多热嘛，热得很呀。哎，也不是今年这个天气，气温就是不下来，太热了。天天坐在屋里头，难道出来晒晒太阳？这一出来还真有点受不了。我们就从这个口子进来，进来然后就到我们市场的后门了。这是西昌的那个东站，东站后边修了一个网红桥。有时候我们走路可以走到这边看一看，拍拍照。看那网红桥还是挺漂亮的，西昌的气候风景还是不错，但是今年还是有点太热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从这条路去转转路。这是一条那个西昌新修的绕城公路，绕城公路。这个路很宽的，你看都是双车道的，车也还不少。这些地标建筑物都是有西昌的特色，西昌的绿化带这个还是特别好，出去像这一条街都不用晒太阳。喜欢的老铁记得点赞关注我哟。我是静听，一个分享手艺的主播，这是美丽的风景，拜拜，谢谢你的强烈推荐哟。